混音时间，坂本繁二郎，放牧三马。花石窝北宋，坂本繁二郎是日本二战时期杰出的画家，他的画仅仅用简单的形状、柔软的色彩，就可以给人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一种温柔却又蕴藏着秘密的感觉。这幅作品叫做《放牧三马》，是他流传于世的名作。在这个作品当中呢，他以人和自然的牵绊为题，把自然的规律和生命的美完整地呈现于画笔之中。这幅画现在保存在日本东京石桥美术馆，那惠宁是在巴黎菊园美术馆的临时展览上看到了它。下一集我会继续介绍在这个展览上看到的坂本繁二郎的知己好友青木繁的一幅作品，叫做《海底宫殿》。惠宁时间，法国巴黎。